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感谢你们的一路陪伴与支持。今天来帮助我的一位小粉粉盘一个礼物，这个小伙伴说他想要一个悦享卡，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小伙伴三个皮肤都是免费的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皮肤好多呀，但是当我点进去的时候发现他都是一些限时的皮肤。那么今天就帮他盘一张悦享卡，可以获得两个皮肤的那一种。小伙伴们，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皮肤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中告诉鸽子吗？鸽子也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陪伴与支持。 Day two. 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我已经帮他解锁了64级悦享卡，点一个领取，看都能获得什么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挺不错的，一个号手妮塔，含有一身装扮皮肤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悦享卡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中告诉我你喜不喜欢呀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拥有两个皮肤，一个是号手妮塔，还有一个是定制装扮，他稍后还可以再领一个鼓手妮普，还是挺不错的呢。